Hello， 难度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现在我来接受难度娱乐快问快答的挑战。黑了一点，想送你们白回来，慢慢白回来，还可以。最苦的就是在太阳下暴晒，最酷的就是，在太阳下，抹防晒霜，在太阳下暴晒。等一下，我想想怎么唱。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歌是啊，忘了，就这一句，就这一句。应该是在许多天以前，我也不记得是哪一天了。没有军训期间没有睡到八个小时，加油！小时候有一次生日自己忘了，然后回家之后就发现爸妈有买生日蛋糕，然后觉得生日蛋糕太小了不开心，爸妈就把我给打了一顿，给我写歌，邀请别人给我写歌吗？对，就是很多人都可以，就是就只要就是我觉得好听就可以，是等这段时间忙下来之后吧，也就是静下心来再写。没有具体的哪一道菜，就是平常我妈妈煮饭没有我爸好吃的，所以我就是红包。军训回来之后会看一点，不是，我没有洁癖，我比较像处女座的，应该就是有一些的强迫症吧，很多。